打造最强音乐平台 WSM 环星娱乐。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看到我今天一开声呢，整个样子连子容咁啊，因为呢请我今天呢是请到了呢，我自己真的很多谢他的，在我心目中呢他是有求必应的王大仙来的，就是高丽丽姐啦。不要这么说，徐姐你好人士有这么帮我，我一定答应做什么都做。我帮过你吗？好像从来都是你帮我的啫，丽姐。嗱，我讲下丽姐帮我咧，真系真嘅。咁咧就应该喺十年八年前啦。我同阿丽姐咧，我仲系做紧好多跑新闻嘅时候咧，同阿丽姐就只系暂面相逢，唔系话熟。但系有一次咧，我真系好感谢佢嘅，就系、是、有一张报纸，即系要谂一谂，有一张报纸就好想影下麗姐的師傅鳳凰女女姐的一些戲服啊各方面啦，麗姐二話不說咧就跑入倉同我執出嚟，同我燙好曬佢，掛靚曬。大家不知道我入倉的時候一睇嗰種感覺是我飆眼淚啊，因為從來冇諗過你做嘢咁仔細啊，麗姐。當然啦，你咁誠意影係我師傅嘅嘢喎，我梗要燙滑佢啦嘛。因為啲戲服扎咁耐都巢啦，影相出嚟就唔靚啦，所以我燙滑佢，掛靚佢，等你慢慢影。其實之後喺好多好多嘅相處裏面咧，我知道咧，阿高麗麗姐咧係一個有心人嚟嘅。咁啊，又一次咯喎，講下呢啲少少片段先，麗姐。好啊，好啊，好啊。我就好耐冇見阿長嫂啦。嗯。咁有一日長嫂生日，係嚇呢個嗰個應該係我同阿麗姐同時喺阿長嫂嘅冥長院咧係見到喎，係啦，哇！麗姐點解見到你啊？阿麗姐又話：阿翠點解又見到你嘅？咁係幾突然啊？嗬，我覺得係啊。原來阿麗姐話俾我聽，阿長嫂好錫你嘅，係啊，長嫂好錫我嘅。我每逢年三十晚咧，一定打俾佢，佢一定等我嘅電話嘅，未曾離間過嘅。咁佢對我嘅好處咧，周時都有叫我入去永祥台嗰度，我冇乜時間，冇咁多時間陪佢。咁但係有陣時佢叫我去唱卡拉 OK， 咁我咪又陪佢唱卡拉 OK 咯。佢對我係真係好，佢成日話我做人蠢，太蠢啦！你做人要精啲。咁我都係咁樣嘅貨料，唔精得咩嘅咯噃。有時咧唔係蠢嘅，係純。當一個人咧純咧。就自己會辛苦很多的，但是呢又會得到很多友情啊、親情的支持的、哦、在阿麗姐的一生啊，現在她走了很少半生而已、我一路跟她聊天呢，我感受到呢她有時是真的有些蠢，但是呢蠢得來呢她得到的幸福真的很多。現在先由她弟弟哥跟大家講起。麗姐、你香港出身是吧？是啊，是 啊， 是啊，我香港出世的。咁我细个读书嗰阵时咧，就好中意听新马仔唱歌。咁我阿妈觉得啊，你咁中意唱歌，不如学戏啦。咁学戏去到九龙，去到九龙冇边度可以寄居噶，咁啊叫佢姐夫屋企住啦。系系，咁样就住死啦。嗱，咁嗰个咧系疏堂姐夫吓，即系唔系亲姐夫，疏堂姐夫。但系咧。因為少女時代啊嚇，即係豆蔻年華，咁咪一見到呢一個嘅識七國語言喎，佢係啊，我呢個姐夫真係好叻嘅，好叻嘅。因為佢太叻，同埋即係我好仰慕佢啦，可以咁叻，又可以做到高官，又成咁叻嘅人，咁自然咧嗰個感情就投入咗落去啦。係啦，哇！一發不可收拾。結果咧就豆蔻胎合，哇！紫色風雨嘢，咁咧就有咗個胎啦，有胎嚇。點解要由胎講起呢？因為有咗胎之後咧，其實麗姐都經歷咗一次愛情嘅挫折。係啊，呢個愛情挫折真係慘噶啦。雖然我係唔係好講嘢，咁不過呢個慘法咧都要多謝我父母啊，同埋我大佬嘅。
他在後面支持我的，所以呢我才可以養大個女兒。是啦，我有了個胎之後呢，就那你個養母的男人去了哪裡呢？他沒理我了，他害怕啊。哦，因為男方的害怕，害怕就放棄了你兩母女。是啊，是啊，那我是不是挺傻呢？這個就是你一生的感情生活。是啊，這個遺憾啊，真的。那啊，少女時代是吧，即是大家情竇初開，做了一件很開心的事，那就算了。是但是麗姐告訴我，這個就是她一生唯一的戀愛。是啊，為什麼你真的蠢啊，這樣。是啊，真的蠢啊，真的蠢啊。是不是沒有一個男人你每次見到他呢，都會都不是當年那個我愛的那個那麼有才華的，或者對比又不是那麼厲害的，會不會這樣的？是有，簡直是有。因為他那個因為我這個姐夫走出來，他很好風度的，很 man， 好即是令我很吸引。我從來除了他之外，我沒有真正去愛過什麼特別的人。是很專一，很專一，無論人家愛他也好，不愛他也好，他很專一地去愛。是啊，然後就跟女女啦，父母啦，你的親生哥哥啦，是啊，那就一家人，一家人。那女女知自己的成長的過程？知的，知的。但是廿年後呢，在個街頭巧遇他老豆咯。他老豆見到我很熟口面，我認得他啦，梗係。咁啊，大家有溝通一次，吃過一次嘢，係咁多啦。哦，佢係咪仲係當年你養母咁英俊咧？個型就有老咗。阿麗姐真係好可愛啊！咁嗱，其實咧，人生咧，愛過一次咧。都無憾啦，不過呢一個愛咧帶俾阿麗姐都係幾大嘅一個考驗啊！哎呀，真係慘啊！以前生活好艱難啊嘛，係咪？我啱啱出嚟做戲，咁你話又要治得頭，又治得計，邊有治得咁多嘢啦？咁嗰陣時係捱得好凄涼嘅。但你都冇從來冇諗過放棄你個女啦，或者去嫁啦，或者咩都冇。啊冇喎冇喎，唔知點解人哋問我點解你唔去揾過咧？嚇！唔知點解冇愛情喎，唔知點解冇手掌冇愛情，成日望住自己個手掌，我冇愛情運算，我去行我嘅事業運算啦。咁又可能掛住要揾錢啊、養女啊、剩啊，咁根本冇咗其他嘅想法。父母冇責怪你喺呢件事上？冇喎，佢哋當個孫女係寶貝喎，咁錫嘅喎，舅父都係咁錫嘅喎。哦。當我去咗做戲，去咗外埠做戲，跟外埠做戲揾錢啦。咁樣我個女咧就係我大佬，每逢禮拜六禮拜就帶佢去街嘅，一定帶佢去街去食嘢咁樣嘅。佢唔帶咧，我爸爸都帶嘅。即是说呢，女女虽然是一出世可能都有些不是太正常的父母相处的生活，但是她的爱是没有缺乏的。没有缺乏的，没有缺乏的。那麗姐也都因为有爸爸妈妈啦，哥哥的支持啦，经历了一次感情的挫折呢，就专心事业了，是吧？是专心事业。因为我要学嘢的嘛，是吧？那我要学够嘢先至做起更加好啦，那我咪乜嘢都冇諗噶啦，淨係諗住啲曲啊，出去做戲啊咁咯。哦，又好嘅，行完咗感情生活先，係啊係啊，然後跟住就專注喺自己嘅工作啦。咁嗱，當時咧，戲行嘅環境咧，其實唔係咁好啊，咁好景啊嚇。係。咁點解你又可以堅持？同埋點解啊，女姐咧？我知道女姐好錫你嘅喎。係。你係首徒嚟嘅喎，係咪？粵劇就係啦。若果唔係李紅都係佢嘅。哦，即係如果電影裏邊就有李紅啫。係啊係。咁但係粵劇你係第一位。都算係第一位㗎啦。哦，咁你點樣識㗎？喺戲班識。就係我呢個姐夫介紹嘅。呢個姐夫介紹。因為佢同鳳凰女要做一啲嘢，咁樣認識咗，咁佢話我姨仔又想做戲啊，咁樣就叫我去跟啊我師傅嘅，咁樣認識我師傅嘅。咁我師傅好惡噶嘛啲人係咪啊？不過講逢係惡嘅人對我都好好嘅，係見到你都唔捨得蝦你，係唔蝦我嘅。咁就收我徒弟跟佢啦。咁我師傅叫我去外埠做下戲。鞏固啲啦，因為香港你做梅香，
慢慢上都要咁耐啦，係咪啊？你去外邊做戲，做多啲，做熟啲，翻嚟你就幫助大啦咁。哦，跟師傅嘅歲月咧，你對佢嘅印象係點啊，女姐？又勁又威，我師傅喝一聲我就唔知去邊噶啦，個雲。但係佢心急啊，驚我做錯咗翻嚟，佢唔記得再教我啊。所以我行開咗，佢一定要叫翻我翻去。咁我自己衰咗，梗係咁樣噶啦。咁啊教咯，所以對佢又敬又畏，佢都係錫我嘅。嗯。咁佢知道你好多，可能你好乖啊，學嘢亦都好專一啊，咁樣。係。咁你師傅邊套戲你自己百看不厭？每次當佢演出咧，嗱佢咩戲你都踎喺褲度滿，係啊係啊係啊，照顧睇住啦。係啊係啊。但係有咩戲你係好深印象？哇！如果學到就好啦。榮歸熱咁鳳求凰咯，呢套戲佢一個人識兩個角色嘅，佢由佢排戲至到演出完咁多，我都喺身邊嘅。咁因為我覺得佢即刻反面做咗第二個人真係唔容易嘅噃，你一間做一個好弱質小姐，一間做個冰白狼，做個山賊係咪啊？咁我心話唔知我幾時先至學到做到呢啲咁嘅。係咪話嗰套誒換幾啊次裝？十三做三嘅，換到戲都咳埋。係啊係啊，咁我師傅做呢套戲真係好好睇嘅。因為你係咪覺得佢個頭腦啊，或者個記曲啊，或者個反應咧，真係好快？做戲反應快啊！做戲反應快，即係你睇佢個眼神啊，同邊個做戲都係都另外有一個眼神係俾我睇到嘅。嗯，呢、這個眼神你係咪有方法練㗎？都要你熟套戲啊，你要熟咗套戲先知道嗰個眼神係原來咁樣用嘅。哦，咁咯。哦，嗯，咁佢啲眼神好多個噶嘛，係咪？對住波叔嘅又有，對住榮哥又有，咁係咪？咁都係佢眼神係值得去學。但是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學得到，那要我現在很熟曲了，那我知道眼神是怎樣的，加上動靜才行的，是不是？Thank you.
除了女姐咧，仲有係阿榮哥啦，頭先阿麥炳榮先生啦，咁阿波叔啦，咁你喺呢個班咧，係咪好快樂噶？啊，快樂噶，快樂噶，好快過噶。嗱，我除咗要擔日戲之外咧，夜晚咧，女姐一食完飯咧就要排嘢啦。你冇事，個腦冇第二樣諗噶啦，要排戲啦，排完戲裝身啦，裝身就出場啦。即每日都是这样，是很快乐的。所以他们说呢，凤凰女女姐呢，她本身呢是有一组小朋友，即是少女组，是跟着她的。是。她要比如排场啊，有些什么舞场啊，全部她自己去亲自教你们。是。她即是很阵容，很整齐。成队兵啦。除了老師點下之外咧，都要女姐認為呢個應該要咁嘅動作，呢個咁嘅動作，即女姐係出咗好多力、好多心機喺度嘅。咁就係幾套戲都係，雖然話馬隊啊、成啊，咁而家就係多老師教啫，以前唔多老師教噶嘛。咁啊，女姐就係好費心機去教，咁我叫助教啦，咁咯，咁都好嘅，因為咁樣助教我咪學多咗嘢咯。好似女姐要打嘢嘅，要我做下把嘅，咁我咪熟咗嗰套把子咯，咁樣啫嘛，唔係真係請老師，邊度有錢請老師？跟住師傅嘅歲月咧，你覺得係幸福，但係會唔會又有時又冇曬嗰個自由度咧？喺戲班？我覺得幸福自由度就因為有師傅喺度，你經驗好好啦。冇師傅真係你俾人蝦死咗啦，係咪啊？真係噶，俾人蝦死咗噶。即係你踏出嘅第一步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喺事業上係幸福嘅一步嚟㗎啦。算係幸福噶啦，有女姐照住真係好多。咁因為我學藝未深啊嘛，如果我學藝多啲嘢，我師傅梗係栽培我高啲啦。咁我係未到位啊嘛，係咪啊？但是他一路俾機會你，一路俾機會嘅教嘅，翻嚟著句口鼓教嘅。咁嗱，阿女姐咧有時都會同其他老官合作噶嘛，除咗好出名嘅最佳拍檔麥炳榮啦，係嘛？係啊係啊。馮國恩愁未了情啦，你咪就係喺後邊大合唱嗰種啦。做個小寶咯。咁但係咧，仲有阿長哥咧。新馬師曾先生啦，係咪啊？咁都係同佢對啊，佢對阿女姐嘅演出同埋演技都好欣賞嘅。我覺得長哥對女姐真係好欣賞㗎。我記得有一次做不歸，佢一路同女姐講：阿女，你做得最好。
咁啊，女姐就话边度系啊？间长哥，你兜住我，我先至有咁好戏嘅啫。唔系，你真系最好噶啦。你咁你喺旁边听到呢句说话嘅感受点样？梗系开心啦，赞我师傅，梗系开心啦。我师傅啊，还翻个波俾佢，唔系你带住我啫咁咯。好谦虚啊！嗱，咁如果你同阿长嫂之间嘅嗰个友情，阿长哥系咪就系喺一个演戏嘅岁月里边慢慢建立起上嚟嘅？系，以前我做就系滴紧梅香啫。阿长嫂教咗俾阿长哥啦嘛，咁阿长嫂成日喺台上噶嘛，咁就都觉得我几好几好嘅。咁咧到后期已经隔咗一段冇见噶啦。咁到拉尾去五光咧，咁就再見翻。五光戲服嚇，五光戲服啊！咁我上去卸戲服噶嘛，有還嘅呢啲。有還有還，即係公戲服嚇。係啊，公戲服嚇。咁樣長嫂就對我係好好嘅，咁長哥對我都好好嘅。咁啊，長嫂叫你有咩唔識嘅問阿長哥啦。我唔知道問邊樣啊，我唔係做證人啊嘛，做緊第二。咁就長哥。都有戒有教我，即系点咗我好多下，咁系好合用嘅。但系我知道你对阿长嫂咧，你对呢个女士啊，佢个印象咧，你有你自己觉得佢好叻同埋好勤力嘅一面噶，系咪？系，我好佩服呢个女人嘅。虽然佢系乜嘢都有，但系佢都好勤力去做佢嘅工作，系咪佢嘅生意？咁佢又咁錫阿長哥，呢個女人雖然打曬色噶啦，咩都係佢話事啦，但係佢都有柔一面，都好好嘅。即係其實咧，人啊，嗬，要全面了解一個人咧，真係要喺不同嘅人嘅口裏邊，去睇佢嘅優點啦，或者真係缺點啦，先至可以全面了解一個我哋想了解嘅人咯，嗬。咁我以前住喺呢個廣華醫院嗰度後邊噶嘛，長嫂一個電話嚟，三個鐘頭前，你去煲啲湯俾阿長哥飲完，阿長哥喺幾多樓幾多樓，咁我就即刻去煲噶啦，即刻買料去煲，即刻買料，因為後邊就街市，咁翻嚟咪煲到拎上去俾佢食晚飯咯。咁唔怪得我嗰次咧，即係應該咁講，我同阿麗姐碰面咧。大家都好奇怪，點解會見到你嗰次咧？就係我最後一次、最後一面見到長嫂嘅嗰個晚上。長嫂生日，係佢為自己買咗，佢話係七十幾年唯一第一次自己買俾自己嘅一件好靚嘅衫。然後就帶咗我哋去食嘢嚇。係啊。咁阿麗姐見到我又好奇怪，我見到麗姐又好奇怪。咁但係奇怪完之後咧，我覺得麗姐一定係長嫂好錫好錫，好順好順嘅一個人。如果唔係嘅話咧，當晚好多全部都係佢自己認為係可以傾得心事嘅朋友，當然包括我啦。我同阿長嫂都友情幾深嘅，但係當然不是麗姐那種，我是街外的她認為是可以接受的朋友，麗姐是她很錫的後輩。麗姐，你都做了一些幫長哥保留了很多東西，很多珍貴她的文物啊、物件的一個行為，是不是？因為那時候要搬倉啊，搬倉啲倉冇地方等啊，咁阿長嫂就話唔愛啦，好多嘢都話唔愛。咁但係我見到一套扣仔，我係佢做新馬仔個頭嘅，咁我又攞翻嗰套，但係到後來都唔見咁一啲，咁我係咁樣留翻佢套衫咯，係啊。係咯，仲有佢嗰個新馬劇團嗰個大幕，係啊，嗰個大幕咧就因為。當其時冇地方等啦，咁啊拎咗去我個倉等啦，咁我咪要租一笪地方係淨係等嗰堂幕嘅咯，都好大堂噶，我有養開嚟睇，我驚佢蛀啊嘛，咁我耐唔中養開嚟睇係冇事，咪捲翻佢，又是一個箱咁擺喺度咯。但係前幾年我送翻俾佢啦，因為長嫂話想愛呢堂幕，咁我咪將呢堂幕送翻去俾佢咯。哦，嗱。麗姐講咧就輕描淡寫，但係其實咧攞一堂
唔關自己事嘅膜，都係一種對長輩嘅一個唔捨得啊！唔捨得，唔捨得，仲要去特登租個倉，係啊，唔記得啊，陰公啊，真係人就唔喺度好耐啦，個膜就佢要租個倉去擺，亦都唔知道呢個膜他年會流往何人嘅手上，係啊，但係你都係要保留住，保留佢，但係始終我都送翻去俾阿長嫂啊。嗯你其實就是覺得都是要送回給他們鄧家的屋企人，是因為他想愛問唐婆，問過唐婆，我說有啊，在我這裡啊，那我就拿回給他，我對我又沒有用的，是不是啊，他寫著新馬仔這樣的嘛，深綠色的嘛，圈金閃的，兩個團花很漂亮的嘛，那不想毀了他咯，我所以送回去長嫂度咯。哇！呢種珍惜都唔簡單。其實呢一份咧，都係阿麗姐對阿長哥長嫂嘅一個敬意啊。係敬意，敬意。一個好大嘅懷念。係懷念，我好懷念阿長哥周時講嘢。你得唔得閒啊？嗯，你打麻雀啦，嗯。咁有陣時我哋啲多班做啊嘛，咁又要睇曲，真係睇唔切噶嘛。咁你打完八圈先至睇曲啦，嗯。啊、你去喝啊！我叫誰跟你做人情呢，嗯，這樣即是說完最後就嗯是啦，嗯到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一個長輩這樣親自打電話給你，是吧，是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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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那嗱，講下呢，譬如說保留戲服這個位置，嗯，啊，麗姐你真的很厲害，嗯，因為呢她那個倉呢都不小的，租金都應該都幾犀利，但是裡面呢是很多寶物在那裡，那我那次就是你帶我進去尋寶啦，哇，逐件逐件掛在那裡，有幾十年前整件都是珠啊，那些玻璃珠啊，日本玻璃珠啊，或者是這件是做鳳閣恩仇未了情第二場的戲服啊，你還要mark得很清楚，是啊是啊，你為何會這麼有心機去做這種保存的公司，第一就是我師父的遺物啦，是不是，那我覺得就算現在不興膠片，但是這個都是鳳凰女穿過做鳳閣這麼有名聲，是不是，那我留翻曬嘅，留翻曬嘅，到而家都仲喺度。不過呢個高山話要整張相啊，或者係整個公仔啊，著件衫啊，我都係攞咗嗰啲珠去著。等佢紀念一下都好。係當年啊，女姐點解會將呢個戲服交俾你嘅咧？啊，佢唔係交俾我㗎。嚇！呢啲嘢咧係佢個仔送曬去博物館㗎。係。呢啲係。殘餘的物資就掉咗去一個倉嗰度，咁拉尾有人話俾我聽，多謝阿吳永熙先生，佢話你師傅有咁多嘢喺嗰度喎，點解冇人處理咧？咁我嚇，如果係咁，我就要去處理睇發生咩事啦。咁嗰一個倉咧就濕淋淋啊，通地泥扮啦。咁佢呢啲戲服咧就係喺嗰啲泥扮之中啊，泥扮之中咁樣好多鐵箱啊成啊，我掹翻出嚟嘅。哦。掹翻出嚟，拎翻去倉去著件收翻好佢嘅。你自己親自去收？係啊係啊，我去嗰個倉好臭嘅，因為佢下邊啲泥扮過咧，又有死老鼠，又有乜嘢都有。哦、我著件衫去咧，一定要換衫走，唔換衫走我通身都臭嘅。哦，就是、都清理咗好耐。係啊，清理好耐啊，係就喺嗰啲泥扮中揾翻，同埋揾到我師傅啲錄音帶啊。他在商台做的什麼師姐啊什麼的那些、哦、那我還保存的，現在都還保存，遲些又不知道行不行，哇，你快點拿出去整理吧，這個是很珍貴的，這樣我整理整理拿去哪裡呢，到時我們再想，一定是珍貴的肯定是一定是珍貴的，我們到時再想，不過在這裡真的非常多謝麗姐，本來不關我事但是呢她是為粵劇界保留了很大量的很寶貴的，回頭望件件都是寶，所以你現在想回頭是不是覺得自己就算搞到周身臭，但是進去撈回些寶都是很值得的，值得值得，有如你估不到以前呢這些這樣的剩了的東西可能是個醫生四婆，我穿完了再交俾個斌姐姐，佢咪掉去後邊，掉去後邊，佢哋唔識補啊，所以有啲人漚咗啊，咁呢啲人漚唔到，我就
攞翻翻嚟，就收好佢，因為嗰間屋人哋拆啊嘛，嗰間嗰啲屋可能僭建啦，咁係泥板屋啊，咁啊即係到頭來都係多謝吳永熙叫我有咁嘅事，唔係咁係我都唔知道，人哋全村人都知道，係佢哋嗰家人知道，冇人叫我。哦，都是可能你師傅啊，阿麗，顯靈啊，顯靈啊，顯靈啊，係啊係啊，有時翻夢會唔會夢見師傅啊，或者係你熟悉嘅一啲老前輩啊咁樣嘅？哦，冇冇冇係嘛？我師傅投咗胎。嗱，麗姐咧係一個好有好快樂、好樂觀嘅人嚟嘅。在我来讲呢，我觉得有很多挫折性的东西，或者很多人就会从此呢是精神萎靡啊，找藉口一蹶不振啊，他没的，过了去就算了，是不是啊？跟冯姐南冯一样，你两姊妹都很快乐的。快乐快乐，我们有戏做快乐的了。是。有戏做，有得运动啊，有得倾讲下，又有得表演啊，最近有得表演啊嘛，是很开心。是啦。高家姊妹，高家一对堂姊妹的美丽的姊妹花呢，就是在粤剧坛呢是发光发亮的。我未系，我未系，我未系。嗱，丽姐，你唔好走住啊，我哋未倾完噶，听日我哋咧继续系同阿丽姐讲下佢嘅演艺生涯吓。好啊，好啊。开讲话情，似水不老友记。尹光闪亮生辉粤曲演唱会演出日期及地点：2023年7月11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星级嘉宾：郑咏梅。今晚在山中。郑雅琪，妹妹我怀疑，通电了姻缘。邓有银，夜半怀人怜香，绝世痴狂人，我衷心以相寄。林心凌。张美峰，梁飞彤，门票现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节目查询8111-8111，星级靓声尽在环星。金曲金童子，叱咤舞台，闪亮绽放。陈浩德《情怀未变》半世纪香港巡回演唱会，2023年7月7日，沙田大会堂演奏厅，门票现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2023年7月11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门票现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星级嘉宾方依琪，教人生死相许。吴江麟，琴弦已断，足无缘。节目查询8111-8111，星级靓声尽在环星。真情像梅花开过，金曲难以忘怀，与你一起回首。沐玉秋《秋情十五载》金曲回首演唱会，演出日期及地点：2023年8月2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门票现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
节目查询8111811，星级靓声尽在环星。天地一片苍茫，WSM 环星娱乐成立20周年，一向以非凡音乐、精彩娱乐、创意无限为宗旨，推广音乐不遗余力，多元化音乐及演艺业务，包括实体影音产品销售、线上音乐串流及下载、演唱会制作及海外巡回演出，承先启后，与时并进，打造最强音乐平台。环星娱乐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数超过500万，影片观看次数超过6亿，音乐及文化娱乐节目包罗万有，星级靓声演唱厅，戏曲随缘，金曲那些年，Sing to Remember， 艺文馆，音乐旅程，音乐淘宝，唱你所爱，精选巨星歌曲合辑，演唱会线上首播，承蒙各界支持及全球乐迷拥戴，环星娱乐不断向前迈进，星级靓声尽在环星。